有一处社会住宅即将完工，这是新北三峡国光二期的社会住宅。市长侯友宜特别前往视察，这处社宅预计可以提供921户的居住空间。这里面不仅有幼儿园、咖啡厅等等，也融合绿建筑设计，打造全年龄层都适合居住的环境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视察三峡区国光二期的社会住宅，这里将有921户提供民众居住，包含1到3房房型，预计今年底完工，明年开放招租。市长也承诺会引进丰富多样的公益空间，里面有托育、托老、银发、这个咖啡厅，甚至还有庇护工厂，让大家在公益使用上能够回归到大家都够绕市。实情可以做全面性的照顾。市府都更处表示，三峡的国光一期和二期社宅总面积有2.2公顷，也是目前整个新北市拥有最大基地的社会住宅。侯友宜期许三峡的社会住宅也能成为示范社区。我们社会住宅在三峡区域已经盖了1341户，像国光二期跟一期就盖在三峡站。而且离周遭的学校、步行都是在10分钟以内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新北市的社会住宅还是会不断的继续盖下去。目前三峡国光二期社宅是用租金分级的新制度，依照申请人的所得及是否符合弱势身份定为4阶开放申请。下半年也有新店、民安、中和、安邦2处的社会住宅开放招租，民众可以到新北住都中心官网查询。记者新北报道。